由澳门青年联合会主办，工联青年委员会协办，热血青年学院现起公开招募学员。青联副理事长李玉培表示，希望活动为本澳青少年多个接触演艺机会，学习不同才艺及表演技巧。活动筹委会主席罗家成亦介绍，今次活动学员可以透过历期营会以及歌唱、舞蹈、舞台管理、摄影等不同工作坊，充分发挥自我潜能。最后九月初筹划一项公开演出，将学员学习成果展示俾广大市民。今次活动亦都邀请到彭永森、陈佳、苏耀刚、AJ、沙希等五位本澳艺人担任活动宣传大使。承载梦想，勇敢飞翔，热血青年学院2015活动由即日起接受报名，至7月31日截止，欢迎本澳16岁以上青少年报名参加。有关详情可浏览主办机构网站。